是暖男郭冬临。住口！你们两个等一会儿再亲。正月十五福临门，就地过年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不、哦。哎呦哎呦，成不了亲，真是烦死人。疫情过后，你们再结婚，她永远是我的人。啊！她是我闺女。爸爸，过年好。想着爸妈，几份年货给二老，明年咱们早回家。哎呀哎呀，儿子回来了，模样可不像他。跟我一样，工作压力太大，头发都掉光了。谁呀？我不是您儿子。我是一个快递员，替您儿子来拜年，祝您吉祥又康健，千万别给压岁钱。哎呦孩子，快尝俩饺子。老祥啊，我尝尝。这味道可忒好了，你们让我想起了爸妈，心里面好牵挂。广场上人如潮。爸爸爸爸，我为你骄傲，美丽城市你建造。美丽城市虽然我们建造，但没有功夫瞧一瞧。亲爱的，就地过年真的挺好，本地旅游乐逍遥。真漂亮啊嫂子。哎哎哎，大家快点跟着我跑，旅游大巴开走了。我在这儿就地